他真是要整胖鸭。好了，那现在就到我们嘉宾的了，差点差点没把胖鸭扎着，我跟你讲。第一个要学的动作就是影人的动作，第二个就是面部造型，第三个是整个扭身体的动作，第四个背起来，好不好？所有动作一气呵成。首先有请我们傅艺伟、海明威，有请。一鸣惊人队来，没有问题。来，第一个皮影戏啊，影人的动作啊，你们俩可别掉链子啊。好。教官伴唱哦，来，音乐走。哇，傅艺伟好像啊！注意不表情，注意不表情。哇，傅艺伟真好像。好。哇。哇哦。来到关键了。他们两个人好久没有。来哟！请坐。我似乎看到了两根筷子拧在一起。他们两个人太瘦了。你完蛋了你。哎，不行，没事，我们再来一次，行不行？再来一次，再来，背起来。这年轻人怎么这样？大家注意看，楼上海明威的粉丝已经都站起来了。真的，心疼的都。海明威加油！你别给你那些粉丝掉链子啊！来，再背一下啊！给球，给我手绢。可以，好嘞。注意到傅艺伟拉海明威衣领子的时候，就像牵着马缰绳一样，你也真忍心的。去吧，真饿呀，两个人使劲攥着。这，耗子在上面使劲动啊。真的在上面，在这个刀处，可能这个心里边的感觉不，对，比较害怕。但是两个人已经很卖力气了，但是好像没有掌握这个背的技巧。是，但是我们看这边，我们美儿和高大哥好像已经商量了很久了。对呀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眼两个人的精彩表现。来，高大哥。从影人的动作开始啊，准备，预备，音乐起。哇，好帅哦！两个人好久没有洗澡了吧？